Hello，Hello，欢迎来到今天的《王牌加载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欢迎韩雪老师。天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雪。今天我身边是一个气场和身高都有2米的皇后啊、嗯，参见娘娘。客气了。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装扮好不好？我呢，今天是清宫戏里的这个皇后的打扮，但说实话，我其实以前没有演过清宫戏，今天惊着我了。它其实头上像个帽子一样，特别沉，以至于我穿上以后，我就情不自禁的只能这么非常的端庄，含手这样稍微哎挺着。我现在其实没有扮上，它那个木屐有这么高，因为我本身就高一米七，那鞋子得有15公分，加上这可能也得有10来公分，所以我估计加在一起可能2米的皇后。好在咱这是坐着的，居然还没有尝试过任何的轻功鞋，除了就是综艺节目，去年有演那个《金枝欲孽》，有小试了一下，但那个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装束，稍微盘个发髻，两个簪子就不复杂，就没有这么隆重过。所以有想去挑战一下这样的剧目，今天试一下就已经给我打退堂鼓了，不太行。韩雪老师做客王牌也好几次了，这次来到有什么不一样的期待？我听说今天是那个后宫开会，对，而且吧，现代一些，没有来王牌就真的这么扮上过，所以我不知道就这么扮上了还能不能玩游戏，我感觉我今天可能会是个黑洞。对，因为之前留下了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形象了，在王牌里面是吧，有我们这个摸虾摸过然后也有很非常这个真情流露的一面、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跟礼仪相关，那虽然韩雪老师没有演过清宫类似的戏，但是古装戏肯定没少演，要不要分享一个比方说之前在创作或者剧组里面有接触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古代的一些小礼仪或者是小姿势？很多年前演过一些古装，当然就是他会教你一些基本的行礼，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跪的坐姿，就是你不能像我们平常跪的那么瓷实坐下去了，其实还是垫着劲儿的，所以其实可能一场戏下来你要都那么端坐着那么跪着其实挺累的，就是全景的时候大家都那么跪的特别好，到近景的时候全部都就看上半身好，下半身已经开始四仰八叉，腿就岔开了，各种必须放松一下。对，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不太能习惯那么长时间的就是那种姿势，而且在创作之前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比方说大家一起来学一下这个、还是会就是专门的礼仪老师告诉你该怎么鞠躬该怎么行礼，虽然有历史它会架空一点，不完全写那个朝代，但是你也不能很跳戏，就一看是个嗨呀，就你还是得大概去学，沉浸在那个环境。那也期待今天在我们王台家族上的这个表现啊。好的，那只要能撑得起来，我就可以。就不要轻易低头，皇冠会掉。我的准备就是腰不好，就树上直上直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一边画本期嘉宾的肖像，一边回答问题。是一个黑洞，对对对，快速的过一下，要画谁呢？画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具象还是抽象的？来吧，第一题，一辈子不能吃甜品和一辈子不能吃肉，二选一，画谁都可以。完蛋了！老师，这怎么办？画我就死定了！那你说，皇后娘娘开始颤抖。你说，一辈子不能吃肉，一辈子不能吃甜品。那个甜品啊，你不爱吃甜的。不吃爱吃肉。对，也还行吧。还行。谁没有告诉我要画画？登山露营看日出还是海边露营看日出？海边。有过这个经历吧？没有看过日出，海边去过。没有看过日出，开始慌。下一个，休息日的时候是待在家宅着还是出门？在家。不喜欢出门。不出门，不休息日也不出门。皇后娘娘没有休息，也不爱出门。你平时是不是那种强迫症或者有小洁癖的？我以前是，现在活明白了一点，没有那么矫情了。就这样，放过自己嘛，真的是放过自己。如果说你今天去喜欢的城市工作，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你会待在酒店休息？对，上网，上网，冲浪。如果说要穿越回10年前，或者说穿越到10年后，10年后，为什么？10年前我已经过过了，没什么意思。10年后看看吧，看看。2024年最想尝试的角色？坏人。演个坏人？对，就是特别坏的，没人找我演。比方说有什么要素在里面？就是咬牙切齿那种。就是表里不一。都行。恶毒。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好，接下来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读心术，省事儿。
省心。不用猜了是吗？对。外出旅游只能带三件物品，你会带什么？瑞士军刀。瑞士军刀能搞定个什么事儿啊？真的，只要有它，我都能活下来。做饭、修手机什么？修手机。那个野外生存。剪指甲。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剪头发。有它我就不慌。好的。最后一张用手机拍摄的照片是什么？非静止画面，朋友们，好像是我的早餐啊。你有记录生活的习惯？偶尔有时候会拍一下，就是万年不动的早餐。我的早餐是标配的，一盆酸希腊酸奶沙拉，一杯咖啡，加一点粗粮面包，又健康又省事儿。好嘞，刚好提问完了，挺好看的，这我猜到了，反正这是最省事的画法吧。这提示词都写在了脸上，因为主要不会画圆，你知道吗？还拉了拉。不要怪我，我尽力了。那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三词造句，根据抽中的词组组成一句符合逻辑的话。来，我们抽俩吧。OK。不是三个吗？那再抽一个吧。你不是三个吗？可以的。沈腾掌声，躺平。哎。沈腾说：“如果这次观众的掌声不够热烈，我就现场给你们演一个躺平。”哇，这个很符合逻辑。好，下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什么玩意儿？快递继承吗？捞是什么东西啊？马捞，对，粤语。马捞啥？猴子，我是广东人，马捞就是猴子。好急，真系呀，你唔知咩？我唔知，真的。系咩？对，广东人认真，马捞系。马捞系猴子。对。我想想，快递继承。然后这个创作的时候，请你用这个皇后的感觉把它说出来。皇后娘娘怎么了？如果本宫的快递在今天子时没有送到，那继承权我就白眼鸡妈喽。太棒了，掌声掌声。妈喽，你真的是第一个告诉我猴子是妈喽的人。真的真的，妈喽妈喽。好，下一个。我们皇后娘娘真会抽，这三题都不一样。在录制现场的户外，有一群殷切等待的宋亚轩的粉丝。当小宋同学出去的时候，大家说：“公主请上车。”太厉害了，是这意思吗？是是是，就是这意思。这那个在酒店那俩小时的上网没白上。好的好的，那再次感谢这个韩雪老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王牌加载中，然后期待一会儿你在这个摄影片里面的精彩表现。这个太好玩了，这个我看一下。得亏没有脱了这个梧桐，摆脱梧桐惊讶。想说啥呀？这辈子最想摆脱的就是梧桐的综艺，惊讶吗？不，一点都不惊讶。什么拱出去狼底钢丝球，这又是什么？甄嬛还要停行李箱吗？底下有下人，男一。这个太好玩了，这个我看一下。韩雪小狗穿搭。说到自己怎么办？过。还知道我们有过这个环节。什么叫笑晕了？就笑晕了。对，然后有一个什么部分的就笑晕了，笑晕了。哦，笑晕。对对。等我解释完毕了，好，再见。马老爷。再见。接下来我们的题目会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暴走唇语，你们会全程戴着耳机，能判断多少对这个口型的词儿啊。从王牌家族开始玩第一轮。皇上在睡觉呢。啊，他是把脑袋钻洞里了。面壁思过。啊。来，传递开始。我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我跟你说，胯骨轴子。啊，他听过，这个是歇后语吧？对，撞腾哥窝里了。我跟你说，我是你叔。我跟鞋。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胯骨轴子，前门，歇后语，东北歇后语，
我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跨步轴子，你跟我说前门楼子，前门楼，哎，楼子，你跟我跟你说前门楼，我跟你说前门楼，钱包。我跟你说啥，我跟你，我跟你说说，我跟你说啊，说前门啥，前门甜品，甜品，前门和钱包，前门有一个包，有一个包，我跟你说前门有钱包，有个前门有个钱包，对。变味了，变味了。我跟你说什么，你跟我说前门有一个钱包，沈腾。前门有一个钱包，前门有一个钱包，前门有什么，前面钱包，我跟你说前门有一个钱包，我跟你说钱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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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钱包，钱包啊。时间到，来，小东，糖糖向你传递了什么，我跟你说钱包，我跟你说钱包，六个字呗，对啊，最后公布一下啊，对了四个字，我跟你说呀。小童，我刚才以为你都快说出来了，我跟你说钱，我跟你说钱，你爸会说那话，我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大胯骨轴子，你看啊，下一题，第一棒杨迪，第五棒韩雪，是最后一个，加油，韩雪应该在第二棒，韩雪记忆力太好了，不管用啊，这个在最后一棒。为你量身打造的，又是给我量身打造的。哇，好歹给句俗语嘛。传递开始。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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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老奴，皇上的老，皇上让老奴告诉娘娘，皇上让老奴告诉娘娘，这样穿真好看，这样《甄嬛传》。完了，这个传统节目一旦配上耳塞就啥也不好使了。这样穿真好看，明天继续穿，这样穿真好看，穿真好看，明天继续穿，明天继续穿，穿，这样看，这样穿真好看，明天在这边了，在这边了，给谁说呢？皇上让老奴告诉娘娘，这样穿甄嬛传应该是真好看，我不知道甄嬛传，但是还真好看。明天继续看，还是明天再这样穿？前面第一句是什么？你再说一遍。皇上让老奴告诉娘娘。哦，皇上。玩笑。皇上让老奴。皇上。让老奴告诉甄嬛传，甄嬛传，皇上让老奴告诉你，甄嬛传真好看。哎呀，真会编。皇上告诉老奴你真好看。你真好看啊，皇上告诉老奴你真好看，皇上告诉老奴你真好看，小奴你真好看。花花都觉得有点不太对。皇
上告诉老奴。来，阿雪，看看传递过来多少个字儿。韩学姐，发挥你的想象力。我先说他跟我说的啊，他说的是皇上告诉老奴你真好看。老奴还能活到明天吗？皇上告诉老奴你真好看。皇上告诉你真完蛋是吗？你是真完蛋。皇上告诉老奴你这一身真好看。哎哎哎，皇上告诉老奴你这脸蛋儿，这一身花容月貌，国色天香，这容貌无与伦比，你可真好看。你这比我传的都多。那不能合理化呀，那怎么办，老奴？老奴也没辙呀，是吧？统计完了，最后的答案对了9个字。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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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是什么？皇上让老奴告诉娘娘，你这样穿真好看，明天继续穿。哦，我想这皇上怎么跟老奴还暗生情愫呢？真的什么呀，这个。这个接下来呢，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画一幅心目中的王牌对王牌。又画这个图？对，快问快答，一边画心目中的王牌，一边回答问题。这一季录下来什么感受？这一季。反正就是又快又慢的感觉，又快又慢。嗯，快在哪？快在就是没想到就到杀青的这一天了嘛，确实有点没反应过来。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录制内容很多，所以你看节目的时候你会像新的一样，我干过这事儿吗？很丰富，对，很丰富。这次从那个下不去笔，气怎么说话？行，那么多季啊，经常来飞行，然后变成了我们固定的这个家族成员，这一点的变化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倒是对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了。嗯，熟悉归熟悉，但这次确实包括游戏什么的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嘛。然后我擅长的好像已经取消很多了，猜歌猜词儿的。没有那么多人说你被那个没有再被说了。有的时候猜歌那曲库变了，好奇怪，猜不出来，把张小斐害惨了。多了很多那种勾心斗角的环节。你擅长不？倒是斗不过腾哥他们，他们更狠。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心态还是还好，就玩呗。有什么想对话导演组的吗？对话导演组啊，哎，先说一个面上的吧。还是很不容易，因为毕竟我一年365天都在玩游戏，所以想让我玩到一点没玩过的游戏，确实有难度哈。绞尽脑汁了，绞尽脑汁。但是这次确实也算是玩到一些吧。哎，你玩下来这一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新游戏是哪一个？下一题。印象最深刻，把我泼水泼的，我现在就想画那玩意儿。那一期我眼睛都睁不开，我没想到淋成那个德行，就互相给对方下套，然后淋水。那一期我真的有点难忘。关键大家对你真的是没有虚的。对，对我好残忍。都是真情实意，满打满的泼。行，我忍了。前两天玩那个就会转的那个，其实那个就是以前那种寂静中的呐喊，但是这次升级了嘛，就一道题不同人来回喊，那个还挺有意思的。那如果说改天啊，你又接到了这个王牌的邀约，你会感觉到意外吗？意外倒是不会，但是就是我现在的录王牌，我就会带很多那种换洗衣物，就是内裤什么的，我会带很多。你说来现场都要带内裤？现在在我的包里啊。哦，因为会湿。我待会儿就马上就要湿了。你真的带了？不用展示了吧？在我包里。以前都还好，就是觉得不会那么夸张。你看我现在就画的这玩意儿，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我心目中的王牌就是那种无处躲藏的那种雪。你觉得这次我们的王牌家族分别大家都是什么担当啊？各自有各自什么担当。像小童他真的是在王牌练出来，从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擅长舞蹈吧之类的，现在王牌已经成舞后了。真的每期都在跳。雀之灵已经雀到大家心里去了，绝对是才艺担当嘛。然后腾哥就不用多说了，那绝对是我们的老大哥，奸诈担当，奸诈耍赖担当。OK， 但是有他这样赖一赖，确实那个效果会拉得更满一点嘛，就挺好玩的。他一个作为那个腾哥的师哥，有的时候还可以抗衡一下腾哥。对，他跟腾哥那一次一番台上的殴打也非常好看，全场没有一个人想上去拉架的，都看进去了。比赖的感觉，打起来，打起来的那种感觉。
可以管他叫什么担当，殴打担当。殴打担当。唐嫣姐就是算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她的理解能力独树一帜，我管她叫理解担当。比如说玩一个传声筒的时候，每一个人应该加东西，到他那不加反减。我们后来问他说你加了什么，他说他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的那一刻我管他叫理解担当。还要加东西，唐嫣姐。我加了。你加的啥比我还熟的。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很认真的。非常认真。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呀。对吧，小宋确实也是开始在这边慢慢成长，然后这一季也贡献了一些名场面嘛。就这一季最近的一个名场面，我管他叫颠工担当。颠工，他玩那个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实那个在现场的音乐确实放的跟那个夜店一样，当时为了让你们对嗨，播出版本会把那个背景音乐往下拉了一下，就显得我们纯疯。其实如果你们在现场，你们会知道我们是合理的，真的是合理的。嗯，最后说到自己嘛。说到自己，我其实在王牌可能就是以辅助为主，像唐嫣姐他们有很多那种有趣的点，但是可能他有可能默默地说了怎么样，我就习惯性把这样的点放大让大家都感知到，所以我打好我的辅助是在王牌最好的一个功能吧。其实你录那么多综艺，在播出的过程中你会每一次都会去看吗？那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也看不过来有的时候，但是翻网友的评论。对，评论会看一看，然后时间充裕的话就会点开看一下当下饭。收到什么意见了吗？就网友评价你的。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吧。有吗？有这个，有这个。我没注意。昨天就说，如果让他来选谁当主导演，把他选了。选我是吗？哦，开心啊。吴彤有的时候确实会要私底下给你 brief， 他会他有的时候有某些环节他真的会问一下我的意见，我就会帮他分析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主要还是看人。戴耳返了吗？哎，好的，吴彤夸了怎么样？真是。我们看看啥都没画，一直在画水。没再画别的了。这就是我这一季心中的王牌。对，因为这个是对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好冷啊。你知道我们这会儿中场休息马上要去录的是什么吗？就是答题答错的人往后仰那个水，怀里抱着一盆水，然后完事以后还要去录那个弹雨伞的那个。今年的水费可能交的挺多。王牌最后一期嘛，来的都是贵人啊。贵人出门雨水多，遇水则发，大家都也预祝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水的录制啊。对对，肯定有，不用多说，多沾一些这个以水为财。行，2024有什么想跟大家送的祝福或者自己的 flag？ 2024年啊，我倒是也不立什么 flag， 我还是希望大家2024年都可以一切顺利吧。我像我自己就喜欢有劳有得，劳逸结合，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在工作之余不要忘了安排一点自己的时间，可以玩起来，放松起来，注意身体是吧？也对对对对对。那期待一会儿这个更加精彩的表现。好好好，行。它是这样 ，N N 叉啊。其实你刚下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帅帅的出场，你是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一个状态，然后下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疑惑在寻找，然后打开宝藏有一个反应。OK， 整体有点对，太急了。哇哦 ，What's this？ 这种感觉，对。但是我们真实的是这样。Yes。啊，然后这个带架子的。不会掉吗？哦，你有安全帽，别怕。那这个绳突然断了，不会。上来，腰饶一点。在哪边？对，右手稳一点。控制一下啊！要干嘛呀？我帅，你就帅就行了。你也从直升机上也就行了。手这样下来，不用，就帅，就一个 pose， 就一个 pose。帅面包走在路上扭了脚，它变成了什么？牛角包。有一个鸡蛋跑到了山东，它会变成什么？东蛋。卤蛋。
小白加小白等于小白加小白，嗯，小白不是大白，二白，方向对了，二白五，小白兔，整出英文来了，下一个，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等于什么？三个大白，然后也是一种动物，山白，大白加大白加大白，大白熊，跟东北话有关，大白鲨。哎呀妈呀！大白鲨，东北也不说鲨呀。太阳、月亮、星星哪个比较沉默？太阳、星星、月亮，太阳。是星星，因为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最后一道题。哎，真像周桌子。迪迦是哪儿的人？迪迦奥特曼。迪迦奥特曼。哪儿的人？韩国人？不是韩国人，我是东北的，因为我弟家在东北，我弟家在东北。我不懂。小狗和小猫去背书，为什么老师会让小狗先背？小狗先背狗背英文吗？不是，一种食物。狗书。因为旺旺先背。旺旺先背，你能答一个不？是反应多快，快点！别演了。最后一道题，什么动物天天熬夜？猫头鹰。不是，什么动物天天熬夜？熬鹰啊，鹰。啊，黑眼圈。答对了，红熊猫。谢谢老师。